板震动，加一次它就弹。切这个平稳的时候都没有，就是不停的抬的，切的复杂的都不是很用。现在简单的直线这样子，不是难受的。一个振幅嘛，震动成一个振幅的。这平时切的中幅的板呢，把开到后面去。好了，把它取下来了。
水果，还有咱们海边的那个那个也都切掉了吧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好的。Right here.